今天台东都兰上来的有那个落葵跟藤心。哇，用心呢，还帮我用报纸包起来呢。对啊，懂包。哇，对呀、啊。那有一次我就有听到都兰国那边他们是有一个诚实市场，然后就是老人家每天或者是每个礼拜他会固定把他们种的野菜直接放到那个都兰国那边，然后让部落里面去认购啊。然后我那时候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下去一趟跟他们了解能不能有做这样的长期配合。其实我记得我刚进来原住民的餐饮业的时候，因为我是汉人嘛，其实就比如说穿族服好了，穿族服不会教你正确的穿法，可能就可能把你某一个部分拉出来，可是它是不正确的，你被族人看到是会被纠正的。那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后来碰到族服老师之后，他说：“哎，妹妹，你既然是领头的，你怎么会这样穿？”我才知道我的衣服都是穿错的，是被员工逗的，你知道吗？后来我才会开始去认识了解。像我觉得我们这一桌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鳄鱼肉，然后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听说，然后刚刚就是店长推荐，然后我们就点。像这个就是椰香咖喱鸡，然后它的面包也特别好吃，我觉得阿派也很好吃，它是那个原住民的传统料理，对对，特别好吃。就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谢谢我们的那个店长朱丁姐。以他的身份来说，他是平地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他是平地人。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可是姐姐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就是部落的姐姐，他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很照顾我们。然后他，我感觉他比我们像从部落来的人，他就想了很多事情都会为我们这些部落来的弟弟妹妹想。脑袋里的烦恼，纷纷别来打扰，让我看看。